想到马吉，可能会想到的口味不外乎就是红豆、芝麻、花生这一类甜的馅料。但是你有吃过咸的马吉吗？在基隆外木山，除了可以欣赏海边的风景，闻到咸咸的海味之外，还可以吃到咸的马吉。第一代老板当初呢是做海产生意，后来误打误撞把龙虾包进了马吉里，果真受到饕客的欢迎。儿子长大之后，不舍得父母亲辛苦，他放弃了资讯业的工作回家接手，但却因为一场车祸意外而离开，家人悲痛欲绝，尤其他的姐姐当时还怀了身孕。尽管怀了身孕，为了不让弟弟失望，他挺着肚子，挺着伤痛，继续包马吉。而马吉除了独特的咸味之外，也包进了感人的姐弟情深。暖烘慵懒的天气最适合海边走走散散心，听听浪潮拍打节奏蓝调最是舒心。如果再来杯咖啡茶饮配个甜点，海岛假期氛围就从下午茶开始自我陶醉。一份乌鱼子，然后两颗黑糖红豆。对，好。但这里的甜点不太一样，除了甜还有惊喜的味道，从客人的表情嘴角漾开。一般人的印象来说，马吉毫无疑问是个大甜心，但刘冠霖一家觉得光是甜稍嫌无趣，也容易腻。既然店就开在外木山海边，把咸咸的海味揉进弹牙的软绵里，更有基隆的浪漫海派。乌鱼子，然后跟干贝嘛，搭配 XO 酱，我觉得也不错。所以我说试吃看看。那因为上次来的时候带着家人有来吃，然后大家都觉得口味特别又蛮好吃的。然后今天经过想说，那就再来买一次。很特别，它吃起来还蛮好吃，所以今天又绕过来买，特地绕过来。虾虾马吉，外嫩内脆，它又配一点红豆跟虾子，还不错，天咸天咸的。客人忙着打卡尝鲜，但其实这间马吉店已经开业20多年，是在地人的休闲秘境。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原本是养螃蟹、养龙虾的鱼池，后来我爸把这些鱼池给打掉，然后弄成就是古色古香的茶艺馆。卖马吉以前，刘冠霖的爸爸做的是海产生意，不过面临市场饱和、竞争压力，20多年前尝试转型。刘爸爸心想，既然店面在海景第一排，做茶艺馆，泡茶、聊天、看海三合一，卖茶、卖休闲、卖浪漫最适合。我爸的那些朋友们，一大批的龙虾肉滞销了，然后请我爸帮忙想办法。嗯，然后后来我爸才突发奇想，想说如果说把龙虾包入这个马吉里面，不知道口感是怎么样。要帮朋友解决难题，刘爸爸也给自己出了个考题。他把海鲜做成马吉的内馅，一开始没有多少人看好这个怪点子，但尝过鲜奇滋味之后，还不得不佩服刘爸爸的异想天开和勇于尝试的行动力。除了最早的龙虾口味，后面又发展出乌鱼子、干贝，还有鱼翅。过程中，爸爸妈妈脑力激荡，刘冠霖姐弟俩也参与其中，被安排当试吃员，在最爱吃甜的国小年纪，吃到叫苦连天。每天下课第一件事情不是写功课，是吃马吉。爸爸会问说 ，A 比较好吃还是 B 比较好吃？那 B 比较好吃的话，他又说那 C 呢？跟 C 比嘞，好不好吃？有一天下课，就是在等妈妈来接送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两个就互看了一下，说等一下该不会又是吃马吉吧？舌尖味蕾被马吉黏住的试吃过程，让姐弟俩吃到怕。就像许多店二代一样，暗自誓言长大之后绝对不接手这家马吉店。但墨菲定律说，越担心越逃避不了。时间到了，机缘来了，弟弟挣扎过后还是决定辞去资讯业的工作回家吧。要接就是因为他们年纪到了嘛，分担他们一些体力上面的活。我跟弟弟也是纠结很久，你要在爸妈的底下做事，那一定会备受一些控制。
就当全家人凝聚在一起，准备改造优化店面，想着一切都会朝着最好的方向前进。没想到突如其来一场意外，让一家人相拥的心出现大伤口。我弟那时候发生交通事故，然后就意外离开，爸妈就变成是丧志的情况，就是对于人生没有什么希望了。那时候我也是觉得说，就是这个伤口好像永远不会好一样。弟弟才接班一年，却意外离开人世，就怕触景伤情。刘冠霖和爸妈好长一段时间不敢再踏进这间店，无心无力去多想马吉店面临的收摊危机。刘冠霖从小和弟弟的感情紧密，失去手足让他的世界失去了平衡，但是在老爸老妈面前，他得故作坚强，当他们的搀扶支柱。尤其当时身怀六甲，是最怕伤心、情绪起伏大的阶段，心里再苦也只能硬撑往肚子里吞。我其实很多次就是带我爸妈去看心理医师，然后医生就会问说，哎，还好吗什么的。那我也不可能当着我爸妈面前说我不好，那我也就是只能就是带他们看完医生之后，就是回家自己哭。刘冠霖决定接下这间店之后，一肩担起所有店里的工作。幸好先生、公公婆婆也相当支持。只不过看看他瘦弱的身躯穿梭在厨房后场，不光是意志力惊人，做马吉真的也没有这么简单。啊！他干贝的两个不要相残。好，好，哎哎哎，但我看起来是破了耶，怎么？我帮你用补救的方式，像 OK 绷那样子。帮你把它粘起来。从电锅拿出马吉皮，再到擀开马吉，这过程还真的没有看起来轻松。要替弟弟完成还没有来得及实现的理想，让自家店能够历久弥新、长久经营下去，刘冠霖决定重新装潢店面，风格清新路线顺应现在的打卡风潮，以及配合周遭的海景，一步一步慢慢做。他相信弟弟一定看得到。内心就跟他说：“哎，你有空来店里，就是寻一下这一次的改变。我改变成这样，不知道他喜不喜欢。”就像马吉一样，经过各种揉捏敲打，最终成团。刘冠霖历经伤痛，不被击倒，努力把一家人黏在一块，为了圆满缺憾再重新出发。看似普通的马吉里，不寻常的真爱滋味，值得细细品味。